中华年味，会擦出什么火花呢？吉隆坡桂和广场联合八度空间以及网络电视平台吞吞贺岁抢档电视原创春天哗啦啦合作，让民众走进广场有如回家过年一样，感受满满的富贵和谐气息。春天哗啦啦抢档贺岁原创剧，以不同籍贯的方言加上轻松幽默的歌舞方式，带出欢乐主屋歌唱比赛的爱恨情仇。吉隆坡桂和广场和八度空间以及东等联手合作，推介富贵和谐之春天哗啦啦，特别打造剧里的场景，将充满浓厚新年气息的主屋文化带进广场。新年前的每个周末，剧中演员还会现身和大众近距离互动，与喜爱的明星欢庆春节。除此之外，吉隆坡桂和广场也准备了许多精彩活动，像是大人小孩都能享受的游乐园彩球池、嘉年华游戏等等，让一家老少的新年充满欢乐，笑逐颜开。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凡是在广场内消费的客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门票，观赏首次来吉隆坡市中心演出的著名中华国际大马戏团表演。这个马戏团的卖点其实就是它的一些中华文化，一些杂技表演，还有如果小孩子喜欢看魔术表演，还有一些小丑表演的话，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广场。吉隆坡桂和广场一系列有趣活动将持续到三月份，更多详情可浏览广场的官方网站和脸书。那下面最后一起重温。